为什么李宁去打不方不辣怎么不知道啊？难道是因为韩元牛逼？哦，我懂，我懂前面这句话什么意思了。前面我的弹幕一直在发，隔壁已经挖地洞了，拉鲁西亚龙有土龙魂的打不动，卡玛现在也没用了，只套等工具人，紫卡被 Kier 单防 ，Kier 没闪的闪现换闪，懒子 Kier 怎么操作？打长尾赢的，有佛爷看到佛爷了，佛爷在上面。下打架怎么样？我的 Mikis 判断很好，有人杀嘎啦，爆嘎啦 ，Kier 送啦 ，Kier 伤口啊 ，Kier 大声，但是微微变身以后没有用，赢了。我操，这 Mikis 的操作是没有倒下，最后一下闪现过强，泽卡再跳，最后是拿下了 Mikis 的人头，但已经没有能力结束这波团战了。嘎啦还有闪，但没用啊！快点联系 Fisher， 快点联系峡谷建造师，挖地洞。有没有那种升降机啊？直接就是，就直接就是握完手，直接就从这个椅子直接一掉掉下去，找不见了。输方不拉斯啊，方不拉斯也输了，我的妈呀，妈妈又丫丫呀，这是。